我就是看你们两轮没有。你也离太远了吧？什么？哎！我靠！怎样？有石头差点就摔了。有什么？很大一颗石头，我又没看到，我把脸过去。看你这个眼睛，要不要看眼科？太屌了！就感觉还有青苔什么的。对啊。小桥流水，哇，这个水沙小啊，是怎样？用二档蛮有力的啊，水水水，山上可能还在下，哇，这里已经变成瀑布了。天冷水上乐园哦，哇哦，还有土石流，哇，还有树根伸出来，好精彩，对啊，好精彩哦。阿洛，我来了，我刚被他挡住，但哦，他也不让啊，他不知道在开啥小。那是 Nexus 哎，他不要撞过来就已经投小了。阿弥陀佛，炸！哎，这车很好，就离地很近，比较可控吧？对啊，非常的可控，不是比较。啊，如果路好应该不错，所以。他们不是有些人就说什么这车跟他们想象的不一样吗？也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啊！真的应该超强吧这玩意？我猜他追不到了。脏脏哦！啊，脏脏啊！猜他不行啊！他也只能踏直线而已啊！然后进弯要踩后刹。这后刹有 ABS 吗？有啦，还没有烂到那么烂，好吗？我就不知道走哪里靠背。扫地僧怎么会扫地？他可能今天没来。还是我们太早了。扫地僧还在睡觉，他不是都很早吗？很好控制啊。然后在这种路，你根本不觉得他需要解什么马力啊，这样就够啦。帅蛋追不到。哎，看你这错线还可以过去哦。什么意思？你刚超过进弯点哎。哦，有吗？有啊，好像是吧。正常来说是过不去的啊。这路线自由度极大，嗯，想怎样就怎样。我们超级人主力产品护具华裔又来啦！因应 K1 赛车场规则改变啊，需要有护胸护背才能下场，这样也比较安全。没错啦，不用担心，我们的护具华裔全部都有 Sustech CE Level 1慢回弹护胸，蜂巢式 CE Level 2护背，全护具可拆洗，平常可以内搭在外套中通勤跑山，下赛道时也可以拆除护肩护肘，搭在皮衣里面。简直是全方面万用啊！现正预购中，一件只要2300，8月31日就结单啦！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。你有看到货车在逼车吗？我
好笑、哦。干，总是会就是，我觉得那一定是外地人，那个直接超。那你觉得货车会让我们拖吗？不会啊，他应该想说追得到再来说。现在这么脏，我就是看你们两轮没有。啊！啾啾叫了耶，真可爱。哎，不要这样开歌。他可能想说炫炮一下，然后就被我们检举了。其他的努力开战，我还是很满。对啊，其他可以不用那么认真。真的。那现在是要怎样？下坡它会更快吧？不对，应该是更慢，它会刹不住。对啊。那我们要逼他车吗？好哦。可是我这次还是行。哦，他直接去对面是怎样？好屌、哦！你要检举他吗？应该没有那么无聊吧？那你知道我会检举他吗？好啊，那我让你过嘛，我让你过，你把它拍清楚一点。哦，脏脏的，脏脏的。你自己小心一点，都脏脏的。我知道、啊。哎、欸，石头，超大颗的哦。真的哎、欸，哇，你骑前面好多了。我不是压竹笋啦、啊，就是压石头啊。看着前面，疯狂小货车，对啊，燃烧生命的小货车。哇，它好臭哦！哦，他的同行认出他了。对啊，已经做出了让车的方向灯。我这是树倒的倒。吃对象的吃对象啦、啊，冒烟的冒烟啦、啊。他好辛苦哦。他其实可以不要排那么快，赶时间吧。他很想放晒。对啊。如果没有他，我们会骑多快？也大概多个20-30而已吧。啊，没多快多少？是，一定比以前慢很多啊。哎、欸，他拉转的声音已经超过踹蛋的引擎声了。那刚不是我拉转的声音吗？是他、啊，哦，是你啊、哦？对啊。哦，我打二档哎、欸。有车哦。我知道，我没有要超他、啊。哦，我怕你。我没有要超他、啊。哦，你说他被逆向撞的时候弹来我这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有点可怕，那我离他远点好了。好，到啊，到啊！哇，这里怎么都电线杆啊？就按这种飞，也可以吧，试看看。法夹哇，好轻松哦，这个车，这轴距很短是不是？好像是吧。
们的天冷除了脏脏跟湿湿自暴自弃，现在已经堕落到跟着小货车开完全部了。对，演一下，没有啊，我比了耶。哦，这里可以啦，这里没有电线杆啊，只有那边。